奥特曼是排气管，那应该来你几百只应该就好了。啊，你是你嘛这？跟你讲我无的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别紧，我问一下。因为我有迄个结膜炎。哦哦哦。啊，你无代无事，给我扎落要创啥？排气管呐、啊，你排气管你要去改正啊，无你要做麻烦。我嘛是跟你讲。我讲以后唔是干啦，我跟你扎，会足多人跟你扎，我讲，你有驾照无？你无吼、哦，我查拢无啊。等下啦，我若买，我若买车嘛，未使吗？无，你买车我就自测啊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自测，那个对吧？有酒了。对对对。六九龙，我们才会跟你测。可以试吹吗？这没有试吹的问题。还是你不吹，你要很明确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在等你明确，因为我们尊重你了，我们尊重你，尊重你的意思而已。之前有没有自测过？有啊。哦，那你还会哦？那你就不是18万了哦。哎，你会往上加。Double。哦，你自己想一下。大哥，变了，陪你很久了呢。你无在无一找，我要怎啊？我们就要等那个排气管，我们滑动拦场的原因就是因为噪音排气管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不会随便。啊，无把人他对待你去扎钱去扎你呢？你卖搁耽误我的时间哦，我无你时间跟你聊好啊。我知啦，你卖受气。哎，老，快点，买门。好，好啦，我按拒测了，拒测你就没有机会了。你分要转去，还是无带无一个人扎落来？哦，不是无带无一，是你排气管的问题。就因为那一只排气管。对、哦。刚才你今日买这个排气管盖的问题，你过关啦，我连扎了，伊也咧扎啦。